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宠物展啦。那我们现在的话要搭车到大安转车，然后再去宠物展世贸一馆。那如果有推宠物推车的话，从八号、十一号跟十二号进去哦。话现在到八号路口，正在排队进场，因为要量体温、喷酒精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到我们的目的地了。我们的第一站是草泥猫，这是我们一个朋友在这里当业务。那我们到了，这是我们的朋友，他叫大伟，这个叫大伟，这个叫大伟。好啊，那我们先采购一下。这是我们家猫常吃的牌子。看起来蛮厉害的一个零食，不要太硬的话，像小馒头，它都是整只的鱼，然后整块的肉这样子，真划算哦。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来买小猫的罐头，现在折扣的话还蛮多的。这家也蛮推荐的。我们刚刚在这边买的那个猫草包还蛮可爱的，长这样。小小的，然后是那种樱花图案，而且蛮便宜的，很可爱。它
这个是我们家猫之前用过的牵绳，都还蛮可爱的。因为我们家里有四只猫，所以可能还会再多买另外一个颜色。最后决定买一个黑色的牵绳，然后跟因为我们家那个雪碧白色的，帮他买一个红色的项圈跟一个牵绳，哦，背带跟牵绳。那我们就去结账吧。Started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. Space street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petals sap on air.